大家好。今天对我们的嘉宾们有什么样的建议？我从前面的节目里深深地感觉到，做好相亲节目真是太难了。当我们看不到脸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接触的是标签，然后这些标签呢，我们从它去推论整个人的时候，其实用的是刻板印象。然后我们见到脸之后呢，我们接触的是这个人的外貌，还有他的言论。当接触这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离真正的内核还很远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穿透这些标签和外壳，去看到每个人内心的美好和脆弱，这是我们的挑战，也是每一位嘉宾的挑战。谢谢，谢谢陈教授。